啊，反手中场平抽，你们讲点我的绝招啊，好吧，三种发力啊，先演示一下啊，先演示一下，来抽球，反拍抽球，就这个点位啊，嗯，就这个点位 ，OK， 这是反拍的我们常见的抽球啊。那么抽球的时候有三种情况啊，首先讲一下的是握拍是这个握拍，就是大拇指顶在完全的宽面上啊，大拇指顶在这个完全宽面上啊，后四指握住球拍，这个地方留一点空隙啊，手腕保持例外，好吧，这样握住球拍，球拍的位置在手掌的边缘啊，在这个位置啊，握住，后四指握住，大拇指顶住啊，这个手腕立起来 ，OK， 那么如果球在前面，就是我要去抢这个前点，就在这个地位置啊。来，在前面的啊，来在前面点啊，好，如果在这个位置，我再来一个啊，球在前面，我要去抢那个球的时候，这种情况下手拿出去啊，手腕标松，后四指往回收，大拇指往前顶，啪啪啪，直接手指发力啊，直接手指发力，